放个鸡蛋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你去。阿玛的卢仙，我曾经用一座山和一颗世界之树造化绿茶，那真是个怪异的时代。全军出击！我朋友圈不咋发，我那微信朋友圈。有一天有个兄弟问我，猴哥，你能把你大号发给我吗？我说我这个就是大号。我的朋友圈还停留在去年。我没有大号，我就一个微信号。谁有两个微信？你我之间只有几万人。关键也没啥发的呀，微博都不咋发的人还发朋友圈呢。哇靠，处在熔炉边上的每一天都是浪费。砖砖，哎，不行。这么疼，螳螂快来救我。这小子好像对我想法挺高啊。啊，你是觉得你是无敌了是吗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无敌了？这老山羊是你这随便能压的吗？他的放技能太随便了，这么随便就把他杀了，真是一个随便的人。完事了，打个爆破回家了。算了，回家吧。红宝石小布甲，这里的建筑还算有那么一点可取之处。你干他呀，一会儿打完了干啥呢？这螳螂就看着人家打呗。啊，就看人家打打野，然后卢仙过去了把你一杀，然后给我点个问号，是吧？我不需要伙伴，只是一面墙把我们困住。蓝枪来了，能拿个双杀吗？
拿双杀这得勾引呢。卢仙在勾引我，你们发现没？唬你！不对了。给你们来套赛的吧，真的，来套赛的。没扣倒，可惜了。哎，先补个车吧。神明不需要信徒，刷刷土，套点烟创，刷。自作自受 ，AD 上单自作自受，听见没？哪来个蓝枪？先吃个小饼干。一顿打，我都不带还手的。咦，那我抢死吃是不是？不玩赖吗？啊！这边有点狼了啊，有点狼了。关键我没寻那卢仙能一直追呀、啊，他一直追呀、啊，这人呢、啊，他也不回去呀、啊，他就一直追。我可没死，只是我的火炉想我了。出日炎吧。三阳也来个日炎，红刷了，去不去红？先断他个线儿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咦，哦哟，羊来，走，哎呀，闪现一下呗。那下平 A 没出来，失误。1800，先去蓝枪的红 buff 看一眼。我们无敌了！啊，看看这些不求上进的树木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冰女还没起来，这把挺好。Killing spree.
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杀了，后边的兵比他值钱，吃个炮车吧。杀不杀？起吧！让我给 A 死了，还好我技高一筹。完了，反甲，咋办啊？哦哟，灵光披风。来个水银海吧，这把控制挺多的。泉里还是没有水。154。羊来走，好意搞定了。有点想找这蓝枪复仇。找找他机会。我说这红城界了，打的都是真实伤害。回家找这蓝枪复仇去。第二点装备来个啥呢？来个大冰心吧。大冰心，大反甲，再来一个防御塔镀层深渊面具。下路已经不行了，赶紧去搞一搞吧。勾引一波，上去卖个定。打破幽谷，起！往我这脸上穿！哟，给个人头吧，兄弟！这锤石为什么这么狂呢？我就没明白了。你要狂什么呢？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好狂的呢？你狂什么你？人呢？我操！我能放过你吗？我杨总，要问我更喜欢什么东西，未免太幼稚了。当初你说你不是我最喜欢的，危险，危险是危险点啊！危险肯定是危险点。哎，漂亮！
哎，看看他是不是在我们家蓝 buff 呢？我得找他。呀，打蓝，喜欢打蓝，打蓝，打蓝 buff， 打蓝，打蓝，打蓝，打蓝。金藤啊，他得给我打死。神明不理解我。他要是不用惩戒打蓝，他打我的话，我感觉他能打过。我主要是怕真实伤害。行行兵，下一件深渊，再来个狂徒，出一个反甲。为什么奥恩要出狂徒呢？点点，先杀锤石啊！锤石的控制比较多。没撞到。他妈这老些点烟吗？这也太恶心了！我靠，两个点烟加一个红惩戒，我吃啥召唤师技能啊？双点炎加个红惩戒，三个真实伤害，最起码打我600滴血。来了一波物归原主，又燃起火了。谢谢，你吃了吗？完了，双 buff 没了。我在这儿，给我起！先杀的锤石，区区真高啊！起，450。我一点也不开心，死鬼们的咆哮，金属的冥想，就是我的作品正在发生。奥恩这英雄不能总死，这英雄总死的话就完了。就不用了。杀戮收兵吧。怎么事儿呢？行，给我打个这个吧。他马上下班了，别让他下班。给我加班。小龙团速度，这条土龙我非常的需要。妈呀，我的熔炉就是我的。羊来，羊走，起，
菜！我去！我土龙！我日！我土龙！我的土龙！给你来一个，所有东西都是融化的最好，天花雨地。哎，为啥我给小黄毛打个装备还给我加点护甲呢？带我休息一下，打完装备我们就回家，好像没什么意义。不行，我得打够钱了我再回。打完装备回城。我不回家，我在这儿等着蓝枪。差一件狂徒，因为狂徒可以永动机，不用回家是吗？那我们不出狂徒，我们出了啥呀？刚才谁在旁边能打装备给他？谁？小兵吗？394390，这是啥玩意儿？哪来的这是？不可阻挡。压了没血了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这不投降十五个不随便杀吗？羊来走，起，搞定了，什么人？虎，起，杀锤石啊！谁要装备给他打一个，哦，我才发现他们家卢仙是挂机了，是吗？